零五四三号家，我是玲玲。你的错，我开始录了。哥哥，妈妈，我的天使们，他的鼻子是爱心。哥哥，叽叽叽。那祝你快乐！3、2、1，来！我是一个小星星，我今天要庆生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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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！来许愿。那爸爸来这边。许愿呢？哎，只眼睛来，眼睛呢？整只吃进去，快点！我的眼睛，它才只剩一半而已。变独眼龙嘞！我要眼睛。好，眼睛给你来。鼻子是我的、哦，知不知道？你要眼睛对不对？就来眼睛给你。姐姐，你明天上游泳课？今天啊、哦。嗯。好你给我鼻子压下去，压下去，整个压下去。你要压大点吗？有。好。我鼻子倒下来了。我鼻子嘴巴。掉。厉害。我要这个嘴巴。你要奶油吗？我要嘴巴。对，把嘴巴和鼻子都拿过来。鼻子也要。那你等下来，等下正式来拆礼物了吗？好啊，来拆加入小伙伴贴纸，加入小小伙。那、你们知道礼物是什么？我选的。啊？角落选的。是啊、哦。角落小伙伴贴纸。这个发现我哪里不对劲？等一下，姐，你看妹妹。这边是这边站。这边在这就帮你拍照，好了好。等一下要拍照。你怎么湿成这样子的？怕被湿到桶位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哪个哪个打字呗？喵喵喵喵！哎，该点在眼睛上面的说。变阿彩呀、啊？对啊。要不要来当阿彩？但你头发太长了。你刘海要拨开。对啊，还是阿彩的一样，这样弄掉吗？你刘海拨开。你看这边，还有我鼻子，鼻子不要了，鼻子要了。啊，你头发不能往下，不能往下，要自己弄吗？是点阿彩吗？不是阿彩，不是那里，阿彩在眉毛上面。嘿嘿，看我上，看爸爸，两边不一样，两边不一样，请妈妈画下。妈妈帮忙吗？是不是？再点一次。来两。这样好像没有很阿彩啊。眼膏好很黑。哎。好来看爸爸。可以。
自己擦掉吧。准备拆礼物了，好不好？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